In a distant, fantastical kingdom, there lies a mysterious forest surrounded by iridescent auroras. This forest is home to a variety of magical creatures living in harmony, collectively safeguarding this enchanted land. However, the most special among them is a little bunny named Lily, who possesses magical wings. Unlike other bunnies, Lily's wings shimmer with rainbow light, leaving dazzling trails of light when she flies. Every creature in the forest is curious about Lily. 你敢相信吗？这样的童话故事呢，我用 AI 就能做出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 AI 学院。那可以看到这样的童话故事呢，在 YouTuber 上面呢，还非常受欢迎。这样的受众群体呢，也是非常广泛的啊。现在的小朋友呢，都喜欢看一个童话故事。那包括小鱼儿都喜欢看童话故事。那么本期视频呢，主要教我们的新手朋友如何制作一个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那这里使用到的所有工具呢，都是一个免费的。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会使用三个 AI 工具，教你快速的做成一个童话故事短视频。这里呢，你一定要把视频看到最后。视频的最后呢，小鱼儿还会教你如何获取一个无版权的音乐。话不多说，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那首先呢，用到的我们的第一款软件呢，还是我们的一个 ChatGPT。在这里呢，我会把使用的所有工具的链接呢放到描述栏啊。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的话，你可以点击描述栏呢去购买，跟着小鱼儿一起实操。那么 GPT 4呢，写文章呢，对于它来说呢，就是一个小 case 啊，分分钟就能搞定。那你每天要创作10个、100个这样的视频都没有问题。这里呢，我就给了他第一个提示语啊，大家要跟上我的思路，一直往下看啊，相信你看完了，你就会轻松的制作这个视频。那这儿呢，我们先给他提示语啊，假如你是一个 YouTuber 儿童故事博主，那么你的频道专门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帮我写一个童话故事，故事要非常精彩，1000字。那可以看到 GPT 分分钟就帮我写了一个故事。那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当他故事写到一半没有了，那这里没有关系，我们让他继续，那他会接着帮我们把故事写完。这如果说你想做一个英文频道，大家可以看到的 YouTuber 上面呢，你可以选择做中文。如果说你做一个英文的话，受众群体会更广，国外的小朋友更加的多。这里呢，我就建议大家做英文啊。这里呢，我也让他帮我翻译成英文。这儿还给我讲了一个女孩啊，她拥有翅膀，还有一个独角兽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里我就问她啊，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有哪些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了故事呢，就会有图片，那必须要有一个主角。这里呢，她就告诉我啊，故事里面有莉莉，有独角兽啊，有精灵，还有一个动物的，还有一个怪物。那么故事有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分镜描述。那这里呢，我就请他帮我描述故事里面的三个主角，一个是莉莉，一个是独角兽，还有一个精灵，他们的形象穿着啊，以便后续我生成场景图的时候呢，能够尽量保持一致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要过多的要求啊，它非常的一致。那接下来呢，他就把这个三个角色呢进行了一个描述。这一步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这个分镜描述啊，帮我根据以下故事设置分镜描述。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呢，分15个镜头描述一下每个分镜是什么背景人物以及人物的动作啊，还有什么视角。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那可以看到啊，他直接帮我写了一个镜头啊，是什么背景啊，里面有什么人物，他有什么动作，那他是一个什么视角啊，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一段话呢，给它提取文本啊，保存下来。大家可以把它放大啊，用一个 8 加 A 可以把文本提取出来。那这里有了一个分镜描述，接下来就是绘图。那么今天呢，小鱼儿教大家用一个免费的绘图工具啊，就是一个 Leonardo。Leonardo 呢，大家只需要用一个谷歌邮箱啊，或者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就直接可以点击这里进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这是它的一个主页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图片，非常的漂亮。在这边呢，你就能看到你每天呢会有150个积分。那这里呢，小鱼儿已经用了啊，所以已经没有150个了啊。如果说你的需求量不是很大的话，那还是够你当天使用。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去创造。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小鱼儿已经做出了很多图片出来了。这儿呢，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一个提示词给它粘贴到这里，
那当然刚才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给我们的一个中文版本啊，这里呢大家可以在电脑上面安装一个谷歌翻译啊，直接进行一个翻译，那么你也可以直接让它啊帮我翻译成英文，那这样 GPT 也会自动帮你翻译啊。这个 GPT 干啥都可以啊，翻译这个就是个小意思。那接下来呢把我们的一个英文描述给它粘贴到这里啊，比如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啊，直接打开在这里呢把它粘贴上，粘贴好之后呢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一次性生成几张图片啊，最多可以选四张。那在下面呢有一个长宽比啊，正常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做一个 YouTuber， 那你做抖音就是9:16，那你做 YouTuber 视频的话就是一个16:9。选好之后呢在这里呢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模型，可以看到我现在选的这个模型呢我觉得还非常的不错，做出来的图还可以啊，都是比较卡通的形象啊，这里面的版本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这儿呢大家可以跟我一样选择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就是专门做一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 Leonardo 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需要一个描述词，简单的在这里选一个长宽比呢，再选一个风格那就可以了啊，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生成。那么所有的 AI 工具都是一样啊，你每次给的提示语它都会给你生成不同的图片，哪怕是相同的一个提示语它都会给你生成不一样的图片。这儿图片呢生成好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呢有一个下载按钮啊，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啊，它就会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啊，这个真的非常的漂亮啊，点击这个下载，那可以看到这是它刚才帮我做出来的这个图片哦，美丽的兔子出现了。图片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优化啊，你可以调整你的提示词，尽量呢生成与你的描述一致的图片。这儿小鱼儿展示的时候呢没有过多的去纠结这个图片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让你的想要吸引更多的一个观众的话，一定要把图片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致。好了之后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点击这个按钮啊，这里面是你下载的所有图片，你可以把它统一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比如说这个童话故事，那我就全部给它保存到里面。你把你的所有的分镜图呢全部到这里来把它做成图片进行一个保存。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下一步了，那就是把我们的文本转成语音，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英文视频，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文本呢转成语音。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中文视频啊，那就不需要，直接把这个粘贴过去文本转视频就可以了。但是呢剪映目前为止它不支持英文啊，我们只有把音频直接准备好了直接拖到里面才可以。这里呢我推荐大家用这个 Eleven Labs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文本转语音或者语音转语音的一个工具。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个登录啊，这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复制啊，跟着一起实操。那这个登录进来之后呢，新手朋友们呢它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啊，就是说你生成个10000个字呢也是不需要收费的，大家可以直接去尝试。那如果说你后期的话有更多的一个需求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个订阅计划。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个音频啊，一个解说员你可以选啊，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那这上面呢有分类的啊，比如说叙事的、讲故事、讲新闻的，那这上面你可以先挑选一下筛选一下。那么好了之后呢，你直接把你的一个文本啊直接粘贴到这个里面来，粘贴进来之后呢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解说员，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解说员啊，选一个合适的解说员，然后点击这个按钮进行生成。生成好之后呢，这下面呢它会跳出来一个啊，这里会有一个下载按钮，你生成好的音乐你还可以在这里面找，点击这个按钮，那这个呢是我刚才生成的语音啊，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在后面有个下载按钮，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啊，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大家可以跟着操作下载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有了，音频也有了，那还差一个什么呢，还差一个 BGM 啊，就是一个音乐。那么音乐大家都知道 YouTuber 上面音乐版权查得非常严格啊，建议大家不要去用剪映里面的音乐啊，也不要去随便使用他人的音乐。那很多新手伙伴们可能就着急了，
那这个音乐也不能用，那个音乐也不能用，那我该用什么音乐呢？别着急啊，这里呢小鱼儿告诉大家一个无版权的音乐啊，随便用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后台的一个音频库啊，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打开，点击这个 YouTube 工作室，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音频库，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些无版权的音乐。那这里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筛选，我们点这个三个横线啊，不需注明出处，不需注明出处之后呢，剩下的音乐就大家都可以使用了。比如说我讲的一个是个童话故事，那我在这里再点这个三个横线，选择一个流派，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儿童，这里点击应用，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跟儿童有关的一些音乐，那么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视频的音乐啊，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试听。那可以看到刚才小鱼的视频呢用了这一个音乐，你选好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那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呢就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剪映了。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剪映专业版啊，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版本，那这个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剪映专业版。那点这个开始创作，在这里呢把我们刚才保存的图片呢全部拖入进来，我们先点这个导入，那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图片。导入进来之后呢你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排序，我们点这个，那这里根据它一个创建时间 OK， 那它就帮你排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给它全部拖进来哈。当然如果说你怕顺序乱的话，你也可以一张一张的拖，那我们就一起拖吧。那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音频也给它导入进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11labs 啊，它是一个，它这下面有它的一个 logo， 那么这个呢是刚才我保存的一个无版权的音乐，我们就点这个，那把它拖下来。这里呢我们可以给这个图片呢加一些动画，比如说一些特效，把这个特效给它拖下来直接放里面就可以，可以加不一样的特效。那大家注意啊，这个剪映里面呢它也有一个 VIP， 也有一个免费的，如果说你没有 VIP 的话，那你就去选择一个免费的。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它不够完整，那可以看到它两边是空白的，那这里呢我们需要把两边给它调整一下，我们先选中这个视频，那这下面呢有个背景填充，我们点一下，点一个模糊啊，在这里选一个模糊，那可以看到两边黑色的已经填充起来了啊，还有这个选一个模糊 OK， 那后面的图片是没有问题的。这儿呢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转场啊，每一张图片完的时候呢它会非常的自然的转场啊，不会这么生硬，这儿可以选择一个叠加。那这个时候把我们的音乐也放进来啊，刚才的一个音频，当然你可以啊多下载两个无版权的音乐，你可以选一下哪个更便宜，那我就比较喜欢这个比较欢快的。这里呢我们听一下看啊，这个音乐声音太大了，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点这个音量，我们把它调小声一点，再听一下看 Fantastical Kingdom， 可以稍微再小声一点可以 OK。 那这后面多余的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剪切掉啊，或者说你可以把你的图片所有的全部都给它加进来，我这里只是用了故事的一小段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吧。In a distant, fantastical kingdom, there lies a mysterious forest surrounded by iridescent auroras. This forest is home to a variety of magical creatures living in harmony, collectively safeguarding this enchanted land. However, the most special among them is a little bunny named Lily, who possesses magical wings. Unlike other bunnies, Lily's wings shimmer with rainbow light, leaving dazzling trails of light when she flies. Every creature in the forest is curious about Lily,who gladly helps them solve their problems with. 那这里视频制作完成了，我们直接点击这上面的导出啊，把它存到你的一个文档里面就可以了。再接着点一个，在这里要需要选一个文档啊，然后点一个视频导出，点击导出。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呢，我们的新手朋友们，你们还会觉得做视频很难吗？那可以看到刚才小鱼儿就用了几个步骤，写个文案啊，做个图片，再配个音乐，用剪映稍微剪辑一下就 OK 了，做视频其实就这么简单。那如果说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视频如何制作呢，你可以看我的其他视频。那你想跟着小鱼儿一起学习的话，你还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今天呢所使用的所有的链接呢 APP 链接我都会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进行尝试。那么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咯。